九龙夺嫡，太子手谕即刻进驻行宫。这是要逼宫了。大清的江山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，立即前往丰台大营。绝大事就在今晚。大清朝最惊心动魄，传位与储君争夺战，誓师大哥，不是师大哥，炎帝号令。大清皇帝一到，一窥铁面君主皇家谜团。大清宫廷剧作首部曲《雍正王朝》，未来娱乐台汤博上映。